那我们今天在经典里面看到的，这是佛陀直接指教我们的，那就是净业三福。前面第一福修成就了，达到了，才能进一步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如果没有前面第一条，不但受戒没有分，三规都是假的。三规的叫什么？戒缘三规。跟密宗戒缘观点，那不是真的，这些一定要知道啊。跟佛法结个缘，不是真皈依。真皈依，你想想看，你起心动念，是不是觉而不迷？皈依佛，佛是觉悟啊。我们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以自性觉，这叫皈依佛。没做到啊，一天到晚还是迷惑颠倒啊。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我们从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依佛教导我们的经典上所讲的正知正见，这叫皈依法了。皈依僧是自信清净心，这叫僧。看到出家人就想到六根清净，一尘这叫真正皈依僧啊。我们依然是人物，没回头啊。从迷没回头，从邪也没回头，从染也没回头。还是搞得迷邪染，这哪里是皈依呢？就戒缘三皈就对了，不是真。那张家大师叫学，认真去学。从哪里学呢？从读经。因为佛不在世了，佛不在世，三宝里头法第一，依法不依人。我们天天读经，经读熟了，标准就建立了。我起心动念跟经上讲的相不相应，不要说别的，就是实相一道。我起心动念有没有贪嗔痴？我开口说话有没有犯这四种过失？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我身体造作有没有犯杀盗淫？杀盗淫戒律的讲得很危险。我的造作对别人有害，虽然不没有要他的命，也算是杀。你叫他生烦恼。盗戒，我在前面说过了，还有占便宜的念头，那是盗心。你的盗心念头没断。淫欲，没有事，有没有动念头？动念头就不行了。
你就破戒了，菩萨戒就破戒了，比丘不破戒啊，比丘论事不论心，比丘戒好吃，菩萨戒论心不论事，难呐！动这个念头戒就破了啊，所以菩萨戒最难吃啊，那毕竟不是凡夫啊，菩萨是觉悟的人啊。啊，那么张家大师教我们的方法正确，先学啊，学到自己有把握的时候去守。啊，在末法时期这样做，这就是法。啊，我们看六尘，看六根，看六识，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些都是痴狂不净。我们明白这个之后，修清净心就是行善。啊，这清净心怎么修？断我，不要做断我的相，不要把断我的相放在心上。行善，不要把行善放在心上。这个为什么？这个心是妄心，真心里面没有东西，真心是清净平等觉，妄心里头有念头啊。那么没有这些念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个心就是真心啊。不要去找真心，把虚妄的清除掉，就是真心。用这个真心来修善啊，这个善狭义的就是十善业道啊，广义的一切利益众生的都是善啊，利益自己的都是错误。为什么？利益自己增长我见啊，增长我慢，那不是麻烦来了，那烦恼啊！啊，不放在心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为什么？我们的目标就想到极乐世界去。啊，想到极乐世界去，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代表全体的佛法。一法不漏，这不谈了。下面第九不成，知其愤怒之我心啊，这是我们常常犯的嗔恨心重，脾气很大啊，喜欢批评人，喜欢责备别人，有意无意就造这业了啊，这个业称会是地狱业。为什么？你叫别人生气怨恨，跟别人结怨仇，很多的怨仇自己不知道，无意当中结的。你说这个事情多可怕
啊，所谓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啊，这是我们要非常谨慎断这个烦恼啊，断这个习气啊，啊，当心慈人，对人要慈爱啊，要用真心去爱人啊，像爱自己一样。啊，决定要知道我们的身是假的，头一个要把这个看破啊。现代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肉身到底是什么，把它解剖分析大概有60兆细胞组成这个身体，60兆的细胞，这个细胞啊，有新陈代谢，啊，细胞很多，组成各个不同的器官，大多数的细胞寿命都不长，啊，最短的一天。这个细胞就死了，哎，但是它又生一个活的细胞来补充，新陈代谢。啊，一般的呢，大概都是2-3年。啊，最长久的脑细胞，脑的精神细胞，啊，它的新陈代谢大概是150年啊，所以我们人还没有那么长的寿命啊。像皮肤这肉包的细胞的时间都很短啊，几天而已，十几天、20几天，那就不是的了。那么新陈代谢，岂不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分段生死吗？那一个细胞是一段，这分段生死，这是假的，不是真的，一定要认识清楚啊！啊，我们就不为这个身体来造业，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对待这个身体要适可而止，啊，给他足够的营养，啊，让他正常的新陈代谢，我们这身体很健康，借假修真呢，啊，借这个身体一生好好的修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到极乐世界，我们在经教里面学过，极乐世界莲花化身，每一个往生的人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的化身带着莲花来接引你。莲花从哪里来的？莲花的因种子是阿弥陀佛，48愿的。这莲花的种啊，缘呢是我们起心念佛，我们每一天念佛的时候，这是缘，因缘和合，莲花就长出来了，在7宝池长出来了。莲花上有我们自己的名字，
不会错的。啊，这是个莲花苞，这个花一开，佛就看到了。花开什么？你的念佛的缘成熟了，佛就拿这个花来接你去往生。当你坐在莲台里面，就起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可以用成语里头脱胎换骨来形容它。我们这个身完全转变成法性身啊，现在我们的肉身是阿赖耶的相分境界相啊，我们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阿赖耶是妄心啊，全是虚妄，不是真实啊，而且起心动念是染物，第七识的染物，第六识的分别，全是错误的啊。在莲花里面转八识成四智，我们自己要靠修行转八识成四智可不容易啊，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是刹那之间，在莲花里头，阿弥陀佛的威神把我们整个转过来，转世成智，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那个身是法性身，跟阿弥陀佛的身一样，完全一样，高大一样，体质一样，相好一样，不思议的境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知真正知道明了的时候，你才有一个决心，极乐世界我非去不可，我一定要去，你会有这个坚定的信心，而且你决定有把握去，不是去不了，这个世界呢自然就淡薄了，一切随他去吧，他好很好，他不好也很好啊，自然就淡薄了啊。所以讲的最清楚最明白最透彻，无过于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我们对他要感恩的啊。我们有缘在晚年相识，一见如故，志同道合啊。在那个年代，在海外讲这部经，下老的汇集本就我一个，在国内讲这个经就他一个，没人讲啊。啊，下老汇集本，念老编辑集注，轮到我们，我们来流通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给大家介绍啊。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下定决心，你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啊，八万四千法门虽好，一生很难成就。
这个经本，即使是无逆受我，毁谤大臣，来得及来不及？来得及。只要这一口气还没断，我忏悔、改过、认错，后不再做了。我具足心愿，一向专念，决定我生，来得及啊！这才叫佛普度众生的第一法门。乾隆年间，慈云灌顶法师在《观经之旨》里面有一段话告诉我们：你造极重的罪业，84000法门都渡不了你，所有的经论忏法对你也失效了。你造的这个重罪，最后还有一个方法能渡你，是什么？信愿持名，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摄受你。这还得了啊！啊，从这里才看到佛菩萨的慈悲也。啊，凭什么你能度？就凭你本来是佛，就凭这个。你造作无量无边的错误，是一时迷惑，一时糊涂，干了错事。你现在肯回头，就是佛。啊，这个道理我们要参透。啊，参不透这一段的经文，啊，这个第24品跟第25品，三辈往生，往生正因，啊，念老的注解注得很详细，你去念300遍，你就相信。啊，变数不够，你的疑惑破不了。啊，古人传道的秘诀，从前人相信得理，现在人不相信不得理，那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度数千遍，其义自见。啊，三字经上说，教之道贵以专，学之道也是贵以专，专攻啊，一心一意。啊，我念无量寿经注解分量太大了，我只念这两品，啊，把这个两品念上300遍，你就有底子了，不再迷惑了，真正相信了。啊，所以一遍两遍三遍不够啊！啊，多少人听经？我问他听几遍呢？一遍。啊，第二遍有人在讲，这个我听过了，不必不必了。啊，这种心态不能往生，跟佛法结个缘而已。
啊，要真成就，没有疑惑不要紧。一句佛号念到底，决定往生。要有疑惑，疑要破，不破，临命终时会产生障碍。啊，叫你不能往生。所以，经教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真正相信之后，经就可以不要了。法上饮食，何管非法？啊，我只要这一句佛号。啊，于是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啊，乡下这些阿公阿婆，他什么都不懂。甚至不认识字，他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他相信，他不怀疑。一天到晚阿弥陀佛不离口。啊，这种人不能小看他。他的成就往生非常可能是上辈往生。啊，他跟那个把这个书这个念了这个集注念上300遍念上3000遍断疑生信的人没有两样。你的烦恼习气重需要300遍3000遍信心才能建立。他那个善根福德厚，我不需要，一听他就相信，就接受了，什么怀疑都没有。啊，所以他需不需要听经？学这个不需要，学这个反而麻烦。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的时候，上上品往生。所以真正念佛人不管他有没有学认不认识字啊，就是这种乡下阿公阿婆你亲近他你会感觉到他是善人心底非常善良一点恶意都没有实善他全具足你问他实善他不知道但是他通通具足啊，一个地方要有这一两个人保啊。我讲保是什么意思？这个地区不有没有灾难，有真修行人在那里，所以一人有福，连带有物啊。他有福报，他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区沾他的光啊。